我们现在是 0.5% 51抽，所以最晚49抽就出货了，39 87抽87抽定胜负，可能可以多抽一下，我会留一些赚。可以留海得补个法海，我没有法海，但是我先两个补一个，来吧 ，Dono， 要画什么呢？画个阿呆，写了个阿呆，好像有完了，写错了，没笔画，来直抽。没有，先摸个阿呆，来20抽，随便画，20抽 ，Go， 好，因为我们已经累积到51了，这个大概是71抽出货。好，第九支，别公告，看到公告不要爆雷。看上次有观众看公告爆雷，我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公告应该已经爆雷了。公告会公告我抽到什么，对不对？上次被公告爆雷，笑死。所以我们不管怎么，观众看得到公告啊。如果有人刚好同一府的，应该看到上面谁抽到什么。来了，接脚第九只。哎、欸、我！如果诸位不嫌我技拙远，请容我一同随行。高飞，看，就是要给我萧贺。那虽然我觉得不亏啊，他 PVE 很好用。我上次没有了，这一次有了。我虽然没有很干，但是这时候出怪怪的。干我快笑死了。笑死！萧贺，我们的歪了一个萧贺，我不是没用，但是我暂时不会跑他，那就 PVE 在用了。如果不跑满的话，就只能 PVE 用。或镜像用，好，第一次结果出来了，我们统计直接出来，我先把它结算一下，答案是 Y 的那一边获胜 ，Y 我们 Y 的萧贺，好了，我们现在不要伤心，再接再厉。好，累积的用完了，接下来我们还有67抽，希望至少能出一只。来吧，继续，30抽，没有，40抽，没有，50抽。累积30了，好，接下来是第40抽，也就是累积90抽，40-90，接下来是40-90，来潜水分，现在分不在，不然再砍个 FN，
好，五十也没有，接下来是六十、八十，接下来是累积的第八十抽，对吧？还没有，才七十而已。我们刚刚是八十七抽开局，我们现在抽了六十而已。第七十抽，第七十抽，还是没有，来了，准备第八十抽，还是没有，要用到钻呢。八十抽没有，现在累积了 5.5%， 有点惨。八十抽没有，就相当于累积六十抽了。诚心摸摸来哦，诚心摸摸来，慢慢的摸。很顶阿来试货，不会啊，没错。偷到也不能怎样，偷到三星的也只能下一季再用。来吧，心怀感激的第九十抽，还没有，呵呵，累积七十抽，干飞说人，但是还不用三星。累积这么大，必有一波大的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抽完九十抽了，接下来呢就是第一百抽，今天的第一百抽。来，第一百抽，画个阿呆头。来哦，到底是什么呢？一踩还是在第一百抽出的，我靠！两只旗到底是哪只？先砍 FN， 死第一次。好，我是朱瑾。朱瑾乃西王母座下侍女之一，不过我是实干派。实干派，实干派，实干派是什么意思？一百抽实干派。用拳头解决事情的。好，一百抽，我们歪的萧贺，今天都是火系的，今天都歪火系，没有脖子，脖子我们可能要等了。接下来我要把钻留着呢，脖子我只能跳过了。我的抽数感觉抽完脖子就没办法摘星了。我想摘一个波麦头，我自己大概要六千吧，六千两个兔兔吧，运气好才会让我免费出兔兔，所以我觉得我要留六千钻，所以不想再继续花钻了。第二只的话，脖子只能赌关尺的那一天再抽了，目前看起来。一百抽就这样收工吧，平庸收工。没脖子了。我们暂时没脖子了，无脖，就这样了。我们的抽数月卡档只能这样了。
只能一百抽，先一百抽收工，然后我们等官池再拼脖子了吧？好像也整这样了，对吧？啊，法海，哇，这样整跳掉了。这次运气不好，感觉只能跳过法海了。不然你抽法海再歪的话也不行。